大家好，我是金阳。今天给这四只小家伙啊，给他们开辅食，先让他们尝一下这个奶粉，看比母乳好吃不好吃。为啥这么早就开始吃那个奶粉了？因为现在啊里边太热了，他们趴到这个艾拉身上之后，艾拉就在这躺着，一直那舌头在外边啪啪一个是喘气，所以说要给艾拉减少喂奶量，所以说咱就人瘦弱一点，给他用那个啥，用奶粉代替啊。他慢慢的如果要是能吃了，咱就可以给他喂点肉泥，喂点狗粮都可以，艾拉就可以早早的就结束喂奶工作了，是不是？先让他学会吃奶粉。看你家小黑脸，你看看，哎呀，干嘛呢？不是，你从镜头里看，你过来，看不见脸了都。太漂亮了，哎呀，舍不得你走了，黑脸，咋整？哎，走吧。这一共就两条工，你看这个，提前给你定好了。对，这个家伙完全这个遗传艾拉的头发，你看。黑脸，你要干啥？呀呀呀！我手上啥都没有。呀！你干嘛？一会儿把奶粉倒进去之后，肯定会吃。啃手了！哎呀呀呀呀！快走快走走！哪行这呀？哪行这呀？你们认识吗？就开始咬。别找我了，一会儿掉底下了。快点，快点，快点！别踩在上面。先少倒点，少倒点，少倒点。少倒点，你再让埋住这个底儿。你安排，你得安排，第一回不会。那个喝了，喝一下，喝一下。来，确实饿了，他们。饿了吧？我扶住，赶紧吃，赶紧吃，赶紧吃！哎，怎么样？可以。有没有那回事？挺像那回事的。嗯。再来！哎。自己喝啊！哎，我扶一下你妹妹，让她喝两口。哎，有！他们你看身体太胖着了，还有点捉不下他们了都。你要用那个四个口的，不见得能捉下。四个口的应该这两天可以。嗯。哎，这就没问题了。你看，刚才看着没多大点儿，这下倒进去多少？嗯，来，这下好喝。来，继续。别下，看你们，这要是抓不住，完了。呀，乱套了，还往里跳呢。哎呀，跟蒙头鸭子似的，你看。对，喝两口。那个喝尿了，真的。尿了啊！咱这吃饱了，你看，有点乱。别看这四个，这能钻吗？这能钻吗？这四个也有点乱。别，喝。不喝了，哎，喝。这家伙牛不喝水，强摁头也不行。现在估计刚才那一顿就吃饱了。呀！摁不住呢，还、哎、别看他，这才多少，二十天。嗯，哎，再换一个，来，你喝，喝吧，哎，喝吧，这个还行。啊，喝不下去了，第一次喝，嗯。一次喝，我感觉喝这么多已经都不少了。
他第一次喝，他最起码他上去之后就会那拿那个舌头舔那个这个奶粉，你不像、不像那个谁这个拉开那窝，还有这个艾拉那窝，就上一窝的时候，他就不会吃，你放进去之后，他就在那憋着气儿，那舌头都不知道往外出，你看现在，是吧？这一窝还是比较大一点，二十多天了，会吃了。你看这头板多漂亮，哎呀，我都舍不得你们了，说实话，真的，都留下吧，好不好？你只能嘴上说说了，这次。哎、你现在把艾拉放出来之后，把这点清了，然后让艾拉躺下喂喂奶。行，我放你。艾拉，孩子吃不完的东西清理啊。等会儿。哎呀，我还没让你上。呀呀呀呀呀！你也知道转过头了呀。吃完奶粉不够，又吃母乳去了。你看艾拉吧，这家伙。只要是喂小狗的时候，立马就躺平了，非常自主的就那种躺平。哎呀，再吃我跟你说，真成熊了。能吃能喝，这四只小家伙，哎呀，鼻涕沫都出来了，这鼻涕沫。看我刚才擦了一下，这擦完这还没擦干净，看这鼻涕沫，这家伙。使劲吃奶吃的。吃的，把鼻涕化成水就出来了，喷出来了。呀呀呀！换奶奶。哇！你旁边这个也开始冒泡，冒奶了。黑脸能吃。这个出来了，这不奶奶、啊。出来了。你别吃那个，吃上面那个吧。他不愿意呢。哟。哎，吃上面这个，那个留点。你让他俩再吃下边的。他俩不用管了。就管他俩。就管他俩。看着大脑袋就喜欢。